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6月5号，这阵儿我又跑到江口镇来了。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江口镇，是吧？成都有个著名的藏宝地，也就是当年张献忠逃离成都的时候跑沉银的地方，就在江口镇。今天我们到这儿来看一个项目，小环境挺不错的。我们不是来寻宝的，是来看项目的，跟我走。